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海象不佳，在台东绿岛航线六号是紧急的宣布停驶。而就在下午两点多左右，都兰观海平台就传出了钓客落海的意外。附近的民众见状，赶紧的报案。经过了一个小时的搜救，钓客是顺利的被救起，所幸并无大碍。台东绿岛乡南寮渔港近期进行港口工程，由于施工用浮动平台影响船只进出安全，加上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六号临时宣布台东往返绿岛的客船停驶。而就在同一天下午两点多，东横乡都兰观海平台竟传出钓客落海意外，疑似也是因西南气流发威，海面风浪大，钓客遭到袭来的大浪卷入海中。获报到场的消防队员出动人力及船艇在海面上搜救，发现受困人员仅穿潜水衣在海面上漂流，因风浪过大且周围海域均为暗礁区，人员不宜靠近。海巡人员与岸际引导空侦机及救生艇于14:50时由海巡艇成功将钓客救起。而钓客意识清楚，状况良好，并无大碍。近日西南气流影响全台各地，天气不稳，民众外出务必注意自身安全。记者肖佳慧台东市报道。